动算动算动算。阿拉买来花钱哈，蔡赖配动算，蔡赖配动算。一听到蔡赖配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当场愣住，喊动算也不是，干脆站着陪笑。蔡宇，你要替身体拉票，不要再讲这个。赖清德的辅选第一站就献给了台北市议员高嘉瑜，但是蔡赖配议题却比高嘉瑜还抢戏，因为总统大选民调差距逐渐缩减，似乎只有赖清德能够让民进党独派归队，成为蔡英文胜利的救命单。对于蔡赖配，我知道社会有许多这样的看法，其实我一直都在民进党在台湾队当中一直都没有离开。18日就可以开始受理总统参选登记，赖清德这个时候站出来承担辅选重责，虽然没有松口蔡赖配，但已经激起基层声势。还是奇才啊，我之前的奇是奇特，现在是奇怪，还是奇才。选举是这样的哦，其实打到最后还是会接近的，这个我也知道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国民党毕竟执政70几年也不是那么虚弱啊。要继续用清流打败韩流，赖清德首场辅选展现高人气，似乎也证实了蔡赖配已经从民进党的选配变成不可或缺的标准配备。华语新闻杨格、宋俊毅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